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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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呢个国家。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今日系2024年7月27号，点样啊？啊，正身啊，陈校长啊，林校董林希胜陈少卓啊嘛，我睇过啦，佢哋以前嗰啲好有黑嘅，我觉得帮人哋戒毒各样嗰啲啊嘛，系咪？咁同埋人哋都已经讲咗啦，网上边咁样咯，澄清咗。咁其实以炳强嘅职能范围咧，佢都查到人哋账户各样噶嘛，咁啊透明地公开晒咪得咯，但系。网上查我唔鍾意喎，嗬，佢又呼吁呢个陈校长林校董嗰啲回港对质行得正企得正光明正大咁怕乜嘢。所以呢我都觉得系㗎喎，即係陈校长林校董就好应该至少俾钱啦，系咪？佢都冻结咗你户口，跟住嗰个吹冰冰嘛，嗰个校监系咪就话有另一个户口嘅，其实佢都可以用嘅。本先冻结咗嗰啲就冻结咗㗎啦嘛，唔系咩叫冻结啫。咁你又唔可以动用嚟出粮各样噶，执笠啊，恶意执笠啊，咁啊，连校董都另外嗰几个牧师嚟噶，理得你姓林嘅就叫牧师林，照塔开另一个户口，好入钱唔入钱嘅话咧，就对你唔客气，但系嗰啲钱唔系筹翻嚟噶咯，变咗嗰啲钱系佢哋要私人揞噶噃。咁但系我觉得咧，陈校长、林校董嗰啲都应该配合下嘅。香港政府想将你哋咧就融咗，好似思路咁啫嘛，要将人造人啊，17、18、19号嗰啲咁啊，吸入体内变成一隻更加大嘅魔怪，你做乜唔配合呢？系咪？佢要钱啫嘛，你搵钱掟俾佢系成副身家。诸侯之地有限，报秦之欲无厌。咁但系秦朝最后可以一统天下啊嘛，你咪成就佢咯。咁炳强讲嗰啲嘢都 kind of 啱噶，你行得正企得正，怕乜嘢啊？系咪？陈校长、林校董，我都建议佢哋回港噶，你到时先拉入后巷打佢哋一身，打到呕晒啲钱。出嚟啦，咁先证明到点样系即系圣人啊嘛。既然有信仰，唔惊呢啲噶嘛，翻嚟咪俾佢游论一番，好似耶稣咁。耶稣都孭住个十字架上山啦，呢个系对佢哋嘅一个考验啊。咁唔好好似八多六咁惊，三次不认主，咁你三次不听炳强号召唔得噶嘛。我建议咧就真系啦一劫劫嗰啲银纸好似人哋嗰啲咁拎翻嚟闭笑咁款，有咁多银纸攞咁多银纸，家爷仔乸嗰啲翻晒嚟。等佢将你好似送高中咁啊，抄家灭毒风波亭，佢印证其信仰嘅坚实啊嘛，明知佢老屈都翻嚟俾佢老屈嘅，咁先至系我觉得真真正正铁打嘅信仰。我建议佢哋翻嚟，如果我系佢哋嗰个位置，我会点做？我睬你都傻啊，低能嘅。咁但系我冇呢啲嘢噶嘛，我唔虔诚啊嘛，一得过且过嘅啫嘛，我呢啲马夫精嚟噶嘛，好唔好啊？我成日都系嗰句啦。你明知佢精神病嘅，饮埋啲咖啡先。咁你喺度同佢纠缠嘅时候，到底系你精神病定佢精神病呢？我成日好难去判定咁样咯。今集都讲几多嗰啲通缉令各样嗰啲嘢今日变咗咩全球通缉日好似过咗期佢啲幻想系咪冇人刮佢嘅，是但啦。咁话说啦，炳强嗰啲引导唔到正身，咁冇乜业绩喎，系咪？咁仲要打到佢呕钱噶啦嘛，铺天盖地已经攞晒啲舆论去抹黑各样噶咯，冇所谓噶。有啲人抵唔住颈你咁讲我唔得，我要翻嚟证明自己嘅清白嗰啲噶嘛。咁我哋呢啲就唔好食咁多花生啊，冇益啊，搵其他嘢啦吓。藉住鸡蛋仔睇好戏，系我买咗个嗰啲格仔饼机，可以整格仔饼食。Anyway 呢度感到唔到跟住咧呢度炳强就痛斥呢个美英澳加得暂停咗呢个逃犯互换系可耻但系咧又唔会令到香港成为罪犯天堂嘅，点会唔会呢佢哋嗰啲国家知道香港有低税率，系咪？跟住啦又暂停咗逃犯引渡，即系你唔会送嗰啲犯过去噶啦。咁佢哋咧，喺嗰啲国家犯完案，咁啊会走嚟你香港嗰度噶咯，窝藏呢啲专才啊。话说炳强话暂停咗协议咧，系对罪犯有利。佢讲边啲先？系喺外国犯完罪，匿喺香港啊，喺香港啦办完罪。
罪，跟住又匿喺外國嗰啲啊。大辣就唔會令香港成為罪犯天堂，咁話唔會啦，因為你香港已經係罪犯天堂，最大嗰隻叫李家超，俾人制裁緊噶，反人類噶嘛，係咪？仍然係逍遙法外啊，咁所以係罪犯天堂嚟噶噃。哦，我明啦，唔會令香港成為罪犯天堂，原因就係因為香港已經係啦嘛，咁啊唔需要令佢變成啊，變成即係別襟明。話說呢個係炳強接受南華早報專訪啊，佢話仍然可以透過單次協議咧，即係逐次逐次咁樣啦，佢未必刮你咁樣，同海外機構就合作，將罪犯繩之於法嘅，例如係乜嘢咧？就係、國際刑警發出嘅紅色通緝令啊，呢、這個閉哨黃定傑、指出啦，如果對方喺美國被捕，如果達成到法律共識咧，仍然可以透過單次協議處理。哇，咁我啊寧願閉哨逍遙法外啦，啊至少咧，屌，其實係 JPEX 案嗰啲啫嘛，仲有陳嘅嘛，係咪？賣嗰啲掘礦機，老實講又係咯，賣個錢字，啲友仔拜錢拜上腦啊！我記得佢嗰陣時深水埗嗰頭啊，喺度派錢噶嘛，揸法拉利，跟住又喺人哋別墅嗰啲背景啊嗰度影相啊嘛，型咪係咪？我唔知喎、我睇到呢啲成日都係揞住嘴笑嘅啫，你唔係當真噶？咁你又太認真啦，衰在認真啊！何必咧？何必咧？不過啦，講到呢、即係炳強話類似合作咧，就只會用於可能係煩惱。你講嘢啊，你自己俾埋曬嗰啲原料運去墨西哥嗰頭整分泰利，你唔係想你啲人俾人塌啊嘛？咁仲有詐騙呢啲非敏感個案，敏感個案即係政治啦，係咪？亦即係啦，政治個案咧可以移交嘅機會係較低，較低冇可能嘅。即係例如許智峰議員啊，羅冠聰議員，即係冇啦，係咪？咁你嗰啲咩跨域管治權去咗邊啊？佢間接承認咗噶咯，即係跨域管治權等於跨大管治權啦。又話咩無遠忽界啊？國安法係嘛？咁另外佢強調睇唔到暫停互換逃犯協議之後咧，匿藏喺本港嘅罪犯係增加咗，睇到就唔叫匿藏啦。佢指2022年以嚟已經冇拒絕過任何一則嘅遊行申請，佢唔使拒絕啦，佢殺停啫嘛。但又強調唔可以用遊行嘅數目去判定香港嘅自由程度嘅，而大型遊行嘅絕跡啦，就唔係公民社會嘅倒退，而係市民有更多嘅渠道去表達意見啊，即係唔使下下都遊行嘅。其實就唔係啊，睇你逃去邊，逃去大陸嘅時候咧，就可能冇乜事嗰啲係嘛？逃去外國啦，佢揾唔到你，又引導唔到咁啊變咗你咁 hea 咯，同埋嗰啲叫唔叫遊行啫嘛？咁冇拒絕嘅遊行係邊啲咧？佢又同你計咯，22年至今公眾集會和發不反對通知書各樣咧嘅公眾集會，共計有98個，嗰啲嘉年華嚟㗎咋。真正你講有遊行嘅有嘅嗰啲咧，我覺得直情係要追究啦。呢度惡意討薪，話說啦，有工人拉橫額喎，寫住有汗出冇糧出啊，即係呢啲咧，直情係要出動防暴警察摳佢個頭㗎。入出康城地盤啦，約80個工人追討欠薪，工會估計啦，涉款係超過500萬。勞工處講到咧，以聯繫協調咁話嘅。你睇下呢啲人唔得忠貞報國你唔得有雷鋒精神，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甘心做一顆革命嘅螺絲釘。而家莫講話扎鐵啦，佢連革命嘅螺絲釘都做唔到呢80個工人。國家用你之時有汗出已經係無上嘅光榮，做乜仲要出？你咪当做义工咯，系咪？当你做义工嘅时候，你唔感到无上嘅光荣感嘅咩？啱唔啱咁讲啊？竟然走去恶意讨薪，加重政府嘅负担，呢啲要不得啊！就话说啦，原来系咁嘅，主要咧系嗰个义判欠薪啊，联络唔到，即系失联，实际金额未能确定，但系就似乎咧已经拖咗1个月至4个月。咁呢个系我4年前讲嘅，亦即系话你做任何嘢咧，你千Q期啊，半个月都唔好俾佢拖。一定要找数，点解啊？因为共产党最兴嘅，包括佢国内训练出嚟噶，就系最叻开空头支票啊嘛。今时今日摩根士丹利高盛嗰啲都中招噶，仍然好多张空头支票噶。即系如果我指佢唔精忠报国嘅时候咧，咁你即系睇钱啦，唔睇爱国啦，系咪？咁如果系咁，你啊半个月都唔好俾佢拖，咁先有啲眉目。否则啦，唔好意思，平均啦，每人每个月30,000蚊计咧，咁即系俾人拖咗12万咗紧嘅咯。边个埋单呢？劳工处
埋单咯，可能。喂，咁啊几笋，即系如果你喺香港嗰度开一啲公司出嚟，哇！如果你系英美澳加嗰啲得啊嘛，冇逃犯引渡条例噶嘛，开完走佬接埋，跟住等劳工处找数啊，都几过瘾喎，有时系嘛？咁当然啦，你要聘请一个香港嘅负责人啊，咁啊揾佢咩数，你唔知噶嘛，佢忽忽地，明明系嗰啲工人恶意讨薪啦，理论上咧你系应该将佢哋处置嘅，唔得外国呢班人，但系你唔知噶嘛，如果好似农夫山泉嗰啲咁恶嘅时候，掉翻转枪头噶嘛，咁所以啦。大摩啊，高盛啊，喂，我唔系乱咁噏喎，佢哋真系咁喎，佢又请啲中国人啊做嗰啲高干，管理中国入边嗰啲 headquarter， 咁结果啦，搞笑啊，出嗰啲报告啊、财经嗰啲嘅时候咧，有人俾人塌咗喎，不过都系中国人，虽然系佢哋嘅员工啊，咁至少唔使上身啊嘛。美国政府追问落嚟嘅时候，哦，唔关我哋事啊，唔系美国公民，搞掂，食碗面咁 Q 醒目嘅嗰啲投行友仔系嘛，即系抵佢赚大钱啦。你话咁样做好缺德、啊。哇，缺德就是他的花朵，你不懂咩？仲要衰到啊，大摩那些之前在说大陆有无限投资机会那些啊，不是细摩啊，那间是摩根大通就是细摩嘛，怎样分啊？有个大字就不大咯。哇，不单止那些人反中乱港，还有其他地盘啊都在这里反中乱港，这里体育园20工人讨薪啊，三判就说二判拖数半年的话，咁啊哇，堵塞闸门、啊、警方调停啊，需要这里又是啦，启德啊，体育员唔找数啊，我都系嗰句啦，你爱国嘅你咪，即系你唔系无上光荣嘅咩？起咗个启德出嚟都几靓仔啊，为香港贡献下啊，发挥狮子山精神啊，一个崩都唔好收佢嘅，拍拍心口，无上光荣，最多颁个奖俾你咯，咩奖？雷锋奖吓？呢唔系武林小说嗰啲嚟咩？雷锋奖白咁样，唔系，即系有雷锋精神奖啦，系雷锋精神奖好啲。咁另外啦，啊豪宅嚟嘅，边条地主佬啊？呢度数十名工人啊，7月23喺西半山豪宅地盘嗰度追讨欠薪啊，今次系200万，哇，下下都几百万噶喎呢啲。呢度系西半山宝山道28号啊，当其时啦就起紧一层楼高8层嘅独立屋，8层、啊，楼高8层嘅独立屋、啊，点样可以做独立屋啊？楼高8层，哇，好有特色喎呢啲，即系买得下嘅。楼盘系装饰集团同嘉华啊，每人50%，呢啲好似系香港公司嚟。咁都拖數，只有一樣嘢嘅啫，係咪？即係涉咗落去啲恒大案啊，各樣嗰啲周轉不靈咧，唔清楚啦。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思傑啊，呢個係佢係引述工人。嘅讲法咯，佢话受影响嘅工人咧喺地盘嗰度就做嗰个玻璃幕墙嘅工程嘅，哇好靓，因为啲落地玻璃嗰啲系嘛，啊唔系，即系围住嗰嚿咁样嘅独立屋有玻璃幕墙啊，咁 Q 型啊，咁啊受聘于三判咁话嘅判上判啦，结果二判咧就拒绝向三判付款嘅，三判咧就无力向佢哋支付嗰个薪金嘅，问劳工处拎咯都系，唔系点啊？招佢数簿啊？你唔好啊，纵火唔好嘅，咁。工人呢就喺入口嗰度倒闸啊，拉起环啊，有汗出冇粮出啊等等。香港啊真係啊出汗特别劲嘅。佢夏日炎炎晒住落嚟㗎嘛，几个月啊跟住又出晒汗嗰啲。理论上应该出更加多嘅粮。不过呢啲啦恶意讨薪啦啊，即係为国家添烦添乱。呢度又一弹。宝华建业啊涉及拖薪，哇呢个系路政署啊，又系三判喎，即係其实你判到第三判嘅时候呢都好牙烟㗎啦，系咪？哇哇呢、這个劲啊，追讨2000万嘅欠款啊，今次好多人添啊，今次话说啦，加上遣散费啊、代资材料费各样，死啊呢啲自己揞咗先嘅，又系空头支票啦。60至70名嘅工人呢向劳工处求助啦，有啲纸皮又写住有汗出冇粮出咁样嘅感叹号。有不具名嘅三判，呢、這个系人理工程有限公司，其实啊有人有利喎、啊，佢嗰、那个人系仁至义尽个人。人者就拗山啊，智者就拗水，义利之辩啊嘛，唔好讲利益，我哋讲仁义。咁原来咧，工程系属路政署拥有嘅。2000年4月开始就要维修香港岛啲公共道路啊，包括斜坡啊、道路构筑物啊、隧道啊、园景设施、小规模道路改善工程等等噶。因为大家今时今日咧，见到啲嘢起得咁靓，各样咧，佢哋有份噶吓、啊。好啦，结果啦啊，即系拖欠。材料费嗰啲，咁点睇呢单嘢咧？好简单，恶意讨薪，仲好讲，香港政府应该问责于佢哋啊，起啲嘢出嚟，市民都唔满意，系咪咁讲啊？即系早排仲要
深水埗嗰头玩路陷添，你算咩意思啊？红山半岛嗰度又冧山泥啊，质素不良啊，一句咁样四个字搞掂，质素不良啊，咁啊取批咁啊 OK 啦，系咪？否则啦，啊揸正嚟做嘅话，你要睇下嗰间嘢有冇后台啊。雇主如果故意或者无理辩解，不依时支付工资俾雇员嘅话咧，最高罚款啦35万，同监禁3年嘅。咁首先啊，你逃走咗去外国嘅时候，咁啊唔需要监禁啦。其次啦，即系佢拖到2000万嗰度犀利，可能因为路政署个躲够响啊。咁罚款都系35万啫嘛，咁咪俾你罚咯。我啊收咗2000万啦，系咪咁计啊条数？唔清楚。以及呢度啊，另一单啦，佢哋嗰啲咧应该建制商会啊，恶意讨薪啊，呢、这个真系罪犯滔天啊！太缤纷烂尾，供应商又现身啦，话追诉无门，佢喺度话啦啊，我哋仲有冇信心做夜缤纷呢？咁样呢、这个比家超即系俾人柴台，嗰班友仔话冇信心做夜缤纷，咁啊家超哥仲想啊做日夜缤纷、区区缤纷噶嘛？咁而家算点先？呢啲供应商啊唔肯缤纷，刻意同国家作对，是何思想？理论上应该抄家问斩噶噃。Anyway， 话说啦，多间供应商咧仍未收到啊吓，之前报道过噶啦，承办商嘅付款之前话，我哋尽快解决噶啦，咁样而家都未收到啊吓。佢表示啦，对政府活动咧失去信心。你未见过呢招咧？杨永雄厉害啊，判上判上判，你接触到嗰啲又系三判啊。我哋接咗嗰啲政府工程嚟噶，嗰啲钱银咧好掂噶，咁样咁，跟住就同佢做啦，咁啊空头支票啦，然之后好好 very very trouble。承办商 Match Life 啊，以辞职、失联、声称重组、多招拖数咁话嘅，咁人哋都算有意思啊，系咪 ？Match Life 啊，呢间叫即系适合你的生活 Match Life。咁你要欣赏佢，你睇下人哋用咗好多招式噶咯，包括辞职啊、失联即系失去联络，又或者重组等等，都有啲心思啊，系咪？要拖你条烂尾数，有啲一下子走咗咁就算噶啦啊！呢间挖空心思出咁多招嚟拖你数，你已经感到光荣，以及啦，太缤纷呢啲为香港政府啊抬轿各样系无上光荣啊，应该效法雷锋精神，人人为我为人人甘心做一方革命嘅螺丝精啊，咁啊为行稳致远咁啊出一分力啊，唔应该计较金钱噶嘛，呢啲恶意讨薪啊。话说太缤纷嗰啲供应商咧陷入一个烂账嘅局面，我以为尸体发账啊，唔系喎，佢账簿嗰个账啊，烂账，烂账你咪破产啦，我呆坏账过多啊嘛，系咪？咁系你理财不善，四个字。咁你理财不善呢啲啦，香港政府唔应该容许佢存在啦，呢啲咁样嘅企业应该勒令执笠。电力供应商啊，呢个系玩电嘅，早讲中电嗰度啊，成日啊电压骤降，你有冇份？要打多几锤？嗱，呢个太缤纷嘅电力供应商话说俾人拖咗20几万、啊，项目负责人系张先生。咁你负责电力嗰啲有牌嘅，嗰啲电力牌噶嘛，即系劲嘢嚟噶啦，系咪？佢话公司经营10几年啦，未试过俾人拖数拖到冇晒影，即系你都俾人拖过数嘅，不过嗰啲有影嘅啫。嗱，呢个影见唔见到？太阳直晒嘅时候咧，个影就矮啲嘅，亦即系话如果透明度高嘅时候啊，先至会拖数拖到冇晒影嘅啫。点样透明度高啊？我明拖你数嘅嗰啲咯。咁另外啦，喺度卖花香啊，佢话活动系气氛好，有好评，系成功嘅 event 嚟噶，咁咪好咯，做得好就得噶啦，讲人工嘅咩？收档啊你啊，恶意讨薪呢啲郑雁孔又唔搞嘅，恶意讨薪，理论上咧你又应该拘捕呢个姓张噶系嘛？电力负责人张先生啊嘛，因为点解啊？佢煽动市民仇恨政府啊，佢话拖数咧令佢对政府主办嘅活动失去信心，你咩意思啊你啊咁衰格嘅讲嘢，听日中共全党史清光啊，咁真系衰啊！话到政府拖数啊，系政府落嚟嘅嗰啲判头拖数啊嘛，你唔好赖政府先得噶，系咪？不要得。另外啊，政府讲噶咯，即系 Match Life 咧，嗱你唔好赖政府啦。民政署话工商联嗰度已经向 Match Life 找数噶啦，找咗噶咯，笔数。咁找完之后，佢俾唔俾你系佢嘅事啊，就唔好再赖政府噶啦。啊，千错万错，国家不能错。又或者你要效法，即系效法大陆人，应该 OK 啊，系嘛？呢度23年12月27号时候新闻，四川医生集体跳，即系由高空堕下啦吓 ，OK， 咁啊讨薪，汕头工人欠薪吓，于是乎垃圾堆积嘅。话说中国当局系严打呢个唱衰经济，咁但系仍有人咧甘于冒险泛滥，对国家咧口诛笔伐。呢度系四川
瑞宁中医院，十几名嘅医生啦，中医嚟嘅啫。咁啊，集体玩跳降伞嗰啲，由高空飞躲，谂住逃生嘅。咁我谂佢作势欲跳嘅啫，咁跳咗你仲点逃生咧？系咪？定还是问米上嚟讨啊？卫健委啦，一度系承认欠薪问题，但系香港政府又话找咗数噶，但系火速改口啊！唔好意思，睇定啲先，试图咧就隐瞒经济衰败嘅真相咁话噶。哦，即系因为如果你承认咗欠薪嘅话，咁啊国家唔好睇。哦，原来系咁嘅。咁我啊建议嗰十几名医护人员都系啦，发挥雷锋嘅精神，你医咗人啦，医者父母心啊嘛，呢啲道德嚟噶嘛，系咪啊？何必要钱恶意讨薪啊？大陆都有呢啲嘢喎，原来。因为网民嘲讽啦，因为官方就话诶，佢哋唔系讨薪嘅，唔系做紧呢啲嘢。咁网民就话咯，吓、啊、唔系喺度跳紧噶？咁唔通喺度抹玻璃咩？有啲又话中医院咧嗰、那个冷气实在太犀利啦啊，所以十几名嘅医护人员集体坐喺窗台嗰度就乘凉，即系话个冷气唔得咯。汕头嘅工人又厉害啊，冇人工出啊，又系拖欠薪金嗰啲啦。咁结果啦，佢哋点做呢？广东汕头出现欠薪事件嘅，汕头部分人已停工，垃圾堆积四五日，哇，咁咪冤崩难酬。惨嘅在于乜嘢啊？有啲俾咗管理费噶，咁俾完管理费，班友走咗佬，咁即系点啊？钱又俾咗垃圾照堆积，遍地黄花堆积，潮水损，如今有谁堪责啊？手着枪耳，独自怎心得黑？唔同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啊！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愁啊愁啊愁！咁我建议嘅咧就系、是，即系当。当局如果啊你唔系追讨佢哋嗰啲恶意讨薪犯国安嘅呢啲行为咧，咁至少都应该即系俾佢哋去个雪房嗰度，咁啊开狠个冷气。点解啊？嗱，咁你又冇得讲有汗出冇粮出啦，依家你都出唔到汗，咁至少令到佢哋锯少少啊嘛，系咪？就系咁样样。好，今日讲到呢度。